嗨，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因为呢，其实平常主持都是我们的村长，但是村里的吉祥物，可是他今天正在接受采访，所以今天就代班主持这样。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来到田花村这个地方。有人第一次来吗？哦，好多，是因为放假的关系吗？好。那其实我们田花村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有表演的节目，如果想要知道就是表演者的或是更多的讯息的话，可以到 Facebook 或是部落格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文宣海报都有。那二月份的海报呢，即将在几天后也要出炉了，那大家可以稍微 follow 一下。然后呢，今天的表演者比较特别，就是其实平常他们是主持人，其实他们现在也可以上台自己主持了，因为我可能讲的也没有他们好。第一个是那个习武，来自他拥有两个血统，一个是卑南族，然后一个是阿美族，所以他常自称他是美南族。然后他其实他是一个他在那个乡公所上班，然后闲暇之余会去接很多主持，像结婚场啊、活动场，对，所以他就是一个身兼多职的一个帅气的美男族。那他今天中间礼聘了很多很多那个乐手，有鼓啊，有木箱鼓，有吉他、二胡、大提琴、贝斯都有，所以今天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表演。那下一个是比穗呢，他是圆明台，大家知道圆明台吗？就是他主持一个叫做 Music 到天亮的一个音乐节目，那他也是一个才女，就是他会自弹自唱，非常的棒。对，那待会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两组的表演。然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环境，如果各位想要上厕所，在大家后方那个非常通风的厕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有味道。然后呢，买门票就可以附送一杯饮料，可以到侧边吧台兑换。然后今天刚好很幸运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五六日都会有慢市集部分在那边，就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逛逛。对，然后待会的话可想要麻烦大家一件事情，就是麻烦大家的手机呢可以关成震动或静音，然后拍照的时候不要使用闪光灯，不然前面的动物他们会吓到。然后吸烟区的部分我们设在那个厕所的旁边，就是也是就是后方厕所的旁边，那想要吸烟的朋友呢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最后我仅代表交通部观光局、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全体工作人员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习武，掌声大声一点嘛，因为你知道主持人喜欢热烈的掌声。谢谢各位。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天气很冷吗？还好哦，我看你们都穿很厚，我觉得我想配合你们一下，自己觉得应该很冷，而且我穿短裤呢。好，那今天来了非常多的朋友哦。那刚刚老外讲说我在乡公所上班，然后就是主持人，但是这个两个是分开的，那希望那个摄影机不要泼出去，不然我应该会丢工作。因为那个主持是休闲活动，对对，休闲活动这样子，兼差就对了。兼差啊，可是你们乡公所活动也找你主持啊？啊，对对对，就比较方便嘛，乡公所里面自己就有主持人，就很方便。哎，对，很省，对，省很多。省很多，对，但是也是一个经验。那
然后刚刚又听老爸介绍说，我们今天有大有大提琴啊，有贝斯啊，有木香鼓啊，听起来好像卤菜还是什么，把很多都放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有很用心为各位准备呢，我们很用心准备今天晚上的表演，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团员，好，目前在场上的哈，在场上，在跑道上的是第一跑道哦，是我们的鼓手，他叫阿光。大家好，我是阿光。他也是法蒙斯乐团的主唱。对，今天当鼓手，对，我要来当鼓手。这是你要敲得不好。你这样，这是你的荣幸，你知道吗？谢谢。然后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大当家。他叫祖源，是我们的贝斯手。大家好，我是祖源。那他没有其他的那个功能，不是？我只能贝斯而已。他就是很专心的创作，对他，待会我们会唱祖源创的歌曲。然后我是今天要为大家演唱的，我叫习武。然后首先呢，带来是我自己的创作歌曲，叫《不要啰嗦》。希望大家会喜欢，拍手。不要啰嗦，喝干这一杯就对了。不要再说，举起你的手来喝酒。今天晚上喝再多的酒都不够，用力的喝一下啤酒不算什么。看看天上的星星，里面有我们的回忆，闪闪发光的它属于我和你。今天要不醉不归，喝到心碎，爱情总像心口围绕着我，没有尽头。再说，举起你的手来喝酒。今天晚上喝再多的酒都不够，用力的喝，一箱啤酒就算什么。看看天上的星星。的话哦，其实在好像在形容一种饮料叫什么酒，啤酒，对对对。那我们铁花爸有有卖啤酒，有很多调酒哦。那今天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听着我们的歌，如果想要再加一点微醺的感觉的话，
哦，今天非常的适合，因为第二阶段还有那个什么都不拉萨比税啊，比税。哎，刚讲母语哈，太自然了，不好意思。我们刚在沟通说啊，那一位女孩叫什么名字？讲法语，那是法语。哦，哈哈，是吗？好，算是好了。记得讲到法语之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课表上面我就写阿语，就是阿拉伯的阿，然后阿语课这样子。然后我同学啊，他说：“你有在学阿拉伯语哦？”不是，我跟他讲说不是，其实我在学阿美族语，因为我们年轻人对于族语还有很多的要学习的地方，然后我们学校又开这个课，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写在课表上面这样。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好，接着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阿美族的歌曲，叫其实不止嘛，在台东有很多原住民族，有没有人知道台东有几族原住民哦？有没有人知道？啊，可以不要害羞哦，我们可以聊天嘛。啊，七族，嘿，对，七族，厉害哦，哪七族？问得很深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五是三二一。好了，待会再慢慢为各位介绍。那我是卑南族加阿美族的混血儿。那今天我的妈妈呢，有来到现场，可以借各位的双手给妈妈的掌声。妈妈，我爱你。从我出生那一刻开始。